一代革命家，一代枭雄，一生不畏争议，勇于对抗各种强权的古巴前总统卡斯楚过世后，他的遗体经过有如圣徒般的绕境仪式，向他的古巴子民们做最后巡礼与道别后，回到革命的起点圣地亚哥，并于周日下葬。不少现任及卸任的各国领袖出席，向革命前辈做最后道别。卡斯楚的弟弟劳尔说，卡斯楚向来反对个人崇拜，所以不会树立任何铜像，也不会有任何以他命名的广场、公园或是街道。果然是一生无悔的老牌硬汉，就算是离开人间，也不显冷战枭雄的气魄。只是虽无立碑留名，却是处处是碑，处处留名的。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